大家好，今天来玩一下弹弓。今天把那个啤酒瓶吊起来打，总共吊了五个酒瓶，在这里，看一下能不能全部打破。设置了远距离大概15米左右吧。现在开始，用这个小公猪，上次还没打完的，把它全部打完了。这个公猪很小，这么小，没打碎啊！这个公猪不行了，太小了。打破了一个洞，这里。这个尾点还是太小了，要换一个那个粗一点的、大一点的钢珠。换了这个大的钢珠过来，这个比那个要大很多了。看见那这个能不能行？大家好，这个五个啤酒瓶全部打破了，大概花了十几分钟吧，15分钟左右，全部打破了。跟上次比，感觉有点进步。前两发，每打一发就中一发，后面还有三个啤酒瓶呢，就打了大概十来发才中。可能手有点抖，这个弹弓呢，这个弹力不太好。下次换一个那个皮筋呢，换那个弹力好一点的，这个扳很难扳的，要用很大的力。好，就这样了，下次再来试一下，下次那个啤酒瓶放多一点，放个十来个，这样也是掉下去来打。把这个打碎的啤酒瓶呢，把它清理一下。现在这个啤酒瓶全部清理掉了，现在回去了，再见。